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老师。大家对走后门这件事情呢，其实还是抱有一点期待和担忧的。就像我的这位小伙伴们的留言，他说男朋友想要尝试走后门，我也咨询过一些女性朋友，他们说走后门习惯了之后呢，会很舒服很敏感，但是我还是有点害怕，有点期待。我想问一下，走后门的女生真的会有快感吗？需要注意什么？戴安全套会不会掉在里面呢？谢谢乔老师。其实走后门对于女生来说啊，就是你的肛门被扩张，然后被填充，然后被刺激、碰触、摩擦的这种快感。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女生都可以在走后门的这个行为当中获得快感。乔老师建议你们，如果你真的想尝试的话呢，一定要做好清洁、润滑，还有先扩张之后再进行尝试。另外的话，你提到一个问题，说安全套会不会掉落，如果你选择的是适合的尺寸的安全套的话，它是不会掉落的。另外的话，需不需要灌肠啊，如何清洁啊，这些细节你可以去找我的助教咨询。科学弹性，关注我吧。